sorry， 断了肝火没有啦，没有生气，有点激动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几年前写这首歌，然后几年后回头看又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有些话印证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感触就会特别多，有点 out of control 的感觉。嗯哼。嗯，来，这首歌不是我们的歌，我像的，没有像，这首对啊，今天是你选的，所以啊，不要每次都牵扯过啊，所以要转点话，对啊，这样害我很尴尬，就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，就推荐大家，推荐我们推荐他做，他大家觉得哎、欸、好像可以做，就做了。我每次表演，通常会有50%的几率会一首 cover 歌，所以对，这首歌因为大家都听过、啊。对啊，小时候多少会知道，不同人翻唱。还有那个最有名的就是谁？同学名字。宇多田光，对，哇！可是我听他唱日文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 live 很有，对那场 live， 对，很好看。不，没办法，我不会唱日文，就是他唱带那个 Eric Martin 的版本的 First Love。Oh,
谢谢。